是从日本飞到台湾来做试管嘛，哈。对。那因为节日期间，当然我们因为输卵管两边都在，所以就建议你做试管。那么您看你的状况，就是你那时候你就安排做第三代试管。第一次植入的时候有植入是两个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两个都做好。对，我都成功。都成功，结果几周就超同意。是。22周4天，四天就超产，对。第二次就注意一个，你怕胎儿多包比较容易早产，对，就是怕自己身体不适合，是，所以你就把它改为一颗了。对，他们用这个第三代的一个试管技术完成这个，所以你植入两次你就够怀孕，主要是那个双胞胎的一个比前这两天最有早产，对，所以这种人选择一颗嘛，对。那么你在这次才能里面总共产生的胚胎有七颗嘛，七个卵胚嘛，对不对？七个卵胚我们去做精子检测，五颗是正常的，还剩下两颗，所以准备回到台湾再生第二胎。这一次也是希望能够一次成功。对，你也高兴吗？谢谢你。